刚看到了，还说女网赛已经开打了，众家女将今晚也都应邀参加了选手之夜，展现最美丽的一面。其中呢，有台湾沙娃之称的张浩晴，更以希腊女神的风格成为全场的焦点。就国外的 party 很多都蛮这样子，是蛮正常的。我是就是设计师在帮我搭配的时候，是他是希望有就是希腊女神的风格，那我也希望就是今天有把这个味道穿出来，因为这件比较若隐若现的那种感觉，然后穿起来就是可能比较有女人味的感觉吧。身高180公分的张浩晴身穿白色礼服，再蹬上一双高跟鞋，一走进会场就吸引了众人的目光。另外，网球一姐谢淑薇还有伤后复出，今天就勇闯双打八强的张凯珍以及庄家荣，穿着也都突破生涯最大尺度，展现最亮丽的一面，不让国外的女将们专美于前。